准备8000万港纸，要现金，唔好报警。你要钱我就俾你，玩我老公我就陪你玩。你同我听住，唔俾我仔最好有事冇事，我就一定会杀晒你哋。无论经咁艰难，我一定会杀晒你哋，你哋死啊！你找班烏鼠捉咗我個仔，我是黑社會，不是小童群益會。我知道你有好多嘢都唔方便講，但你唔方便講嘢咧，都好唔方便我哋做嘢。啊！你咁合作法啦，揾政府棺材啦，咁細副棺材要掟噶。我真恨不得放一把火把他房子點着了，把他孩子老婆通通给烧死。仔，想你嚟帮我做嘢。我知道佢系做编会，张柱香咪关二哥，望靓仔咪喺架车度啦吓。